刚刚如果不是他开车撞上来，我现在已经……你没事吧？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。你想多了，我是因为手上有伤失误。虽然不是为我，但阴差阳错你还是救了我，所以我还是要谢谢您的。不用谢我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好吧，再见。 喂，马上过来。会不会开车呀？啊，怎么开的？哎哎哎，问你话呢。哎哎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兄弟，等会儿我来处理。快点啊！哎，老大，听说你为了小仙女撞车了，大新闻呀！啊，真是冰山开窍，铁树开花，千年难得一见。小仙女人呢？小仙女，荀雨山。你怎么知道她叫什么？ 扔龟壳算了。他是爷爷给你找来的专职司机，这现在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他是谁啊？哎呀，你别老插我话，小仙女人去哪儿了？走了。走了？他怎么走了？我跟你说，你的专职司机，你就是上天入地，他也得跟着你，知道吧？他是专职司机来残害我的吗？处理。哎，老大。 还有个局呢，我偷溜出来的，等会儿还得回去啊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帮爷爷干了什么，赎罪吧。你好，请问是荀雨萱小姐吗？哦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是顾氏集团的行政总监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 我接到总裁办的通知，你们花店从即日起成为我们集团的花卉和绿植的供应商，请问你们今天上午方便过来换一下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马上就到。你好，请问是荀小姐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。你好，花盆的间隔要用尺子量。 间距要保持分离不差，两两相对。换完大厅和走廊的绿植，要把每间办公室的花也换一下。我已经通知给各部门了，不过你们进去之前还是要敲一下门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哎哎，我的天哪，强迫症十级啊！有这样的老板，让员工怎么活呀？嗯。 好吧，那我去换绿植，你去办公室换花卉吧。嗯，去了。你好，不换绿植。 绿植，哇，这办公室陈列的也太整齐了吧！一定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。 那怎么还有一间？总监说每间都要放。不许叫，你别叫，听到了吗？
爷爷到底承诺给了你什么，让你一次又一次这样故意接近我？接近你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浪漫邂逅、代驾、专职司机，还有今天闯进我的办公室，还要装什么？顾大老板，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自恋了？我还觉得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，怎么哪哪都有你？你什么你？我再告诉你一遍。 我没有故意接近你去美术馆是工作，当代驾驶工作做专职司机是工作，今天来到这里还是工作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还有，我承认顾爷爷确实给了我很优厚的待遇，不过那也是靠我的劳动双手赚来的钱，轮不到你来道德谴责我。顾总，再见。 徐小姐，白先生，你们已经换好了。徐小姐，以后叫白天就好，毕竟我们已经是同事了。说的也是，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徐小姐了，叫我雨轩吧，要不然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。那雨轩，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对，慧心在楼下等我呢。谢谢。 对了，不过说起来，真的该好好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帮忙的话，我们也跟顾氏签订不了这个长期合作的协议。到时候花店真的该倒闭了。别太在意，我也没帮什么忙，公司正好需要而已。那就大恩不言谢，下次来花店的时候请你吃大餐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顾总，你在这里是？锻炼，活动一下脖子。没什么事，你先去忙吧。你送我去雕刻馆吧。好。哎呦，这么看来啊，我的重生很快就要来了。 这么多年，你可记得“狗富贵莫相忘”？怼个鬼！那个自恋狂，他下次要是再敢这么讽刺我，你看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！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也没多久，就你说自恋狂的时候到的。谁呀？那你这么生气？没有，就一个自恋狂。白先生。 你是来买花还是找人啊？我是来吃饭的。是我请白冰来的。
我觉得呢，人家帮我们促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合作，我们总得请人吃顿大餐，意思意思吧？你说呢？嗯，没问题，安排。严长啊，爷爷，听说你跟宇轩之间的关系发展迅猛啊！ 爷爷，您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了？什么？说我幼稚？是啊，您身为顾氏集团的表率，最近的行为有些反常，您不能再这么放纵自己了。哎，你怎么跟我转移话题啊？我是要打听你跟宇轩之间的事儿。他的事，您还需要打听吗？他不就是您安排的人吗？错。 不过，我确实当时帮你安排了一场浪漫邂逅，可是还没等我安排的人上场，你就去英雄救美了，是吧？对，荀宇轩之前跟爷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什么？荀宇轩的确不是爷爷安排的，这就说明我安排的不算，有上天安排的才算数，是吧？ 爷爷不说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哪儿我不说呀？你当时也没让我说，你就在那儿。这大餐，这还不够大？好像够大了。是吧？我说的大餐可不是这个大呀。可是咱们预算有限啊，这花店刚起步，怎么能铺张浪费呢？ 那以后赚了大钱，你给恩人补上。可以吗，总之先生？这个已经足够了，得吃的没那么高要求。那咱们今天就以可乐代酒，以披萨代大餐，感谢你雪中送炭，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啦。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跟慧心，我们会在所不辞的。嗯，来，干杯！你这个总助眼光倒是不错啊，效率也比你快一些。 知道了，我有点急事，要先走了。怎么了？网上出现的一些你跟顾总的谣言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公司能解决的。哦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谣言？天哪，宇轩，你快看！顾氏总裁竟是浪子，深夜抱得新欢归。 金童玉女童话不在，故事总裁另有新欢。雨轩，没事吧？咱不用理这些谣言，这给我照的也太胖了吧？啊，胖吗？不胖啊。喂，我是顾彦成，我们聊一点。搞错又不是真的，对我跟那推土机能有什么影响？怎么别理他。 你会回来找我的，顾夫人，我们这儿有飞机、游艇、坦克售卖，有兴趣了解一下？兴许当插足别人的感情，必死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聊一下吧。嗯。
怎么想到在这种地方见面的？咱们俩的绯闻现在已经人尽可覆，不，人尽皆知了。只有在这种地方不给他最安全，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堂堂顾氏集团的掌舵人居然会在这种地方鬼混。你刚才挂电话的时候不挺顺的，现在要找我密谈吗？ 那是我没有想到这桩绯闻对我的影响有这么大，对你难道没影响吗？影响？没什么影响。那还挺好。只不过故事的股票因此跌停，损失了20个亿。20个亿？那也就是说，你占一半，我占一半，你支持亿，我支持亿，至少没我身价10亿呢。 你别走啊！你得先把咱俩绯闻的事情解决了呀。那寻10亿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没有，你有吗？我有。什么办法？留在我身边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让你留在我身边，继续做我的司机，这样子我和顾氏就能对外声称你的司机身份，所有的绯闻也就迎刃而解。我看行。走吧，算我回家吧。等一下，你要对之前相对我造成的误会还要污蔑，向我道歉。道歉？对呀，我今天才知道。 那故事集团股票跌停1个小时要损失20亿，怎么看呢？这桩绯闻都是最明显的表达。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你这是威胁？本来就是明显污蔑我的。好，我误会你。完了，就这么轻。 这位员工，你现在收到的是你老板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诚心诚意的道歉，应该学会见好就收。现在，请你履行员工守则，立刻马上送我回家。走吧，在外面等我。 狂风怕落日，苍蝇怕拍子。顾夜成啊，顾夜成，你也有今天。喂，顾总。 今天的 TV 晚宴，你还能去吗？去。
工作了，顾总，您今天怎么亲自来了？嗯，他需要一件礼服。啊，好的。给我穿。嗯。我不穿。为什么？我一个司机，我穿什么礼服呀？你不是想快点澄清我跟你的关系吗？那这跟我穿礼服有什么关系？ 就这件。啊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啊，跟我这边试一下。等一下，把这个换上。这么高？我不穿。你是不相信故事的公关还是不相信？我穿。林伯伯，哎，我还在想你会不会来呢。因为我给林婉宁跟 TB 杂志社的来麻烦，我当然要来了。林伯伯，好久不见，爷爷都说想您了。那是当然，彦成啊，你多到林家来走动，你和婉宁认识多年，怎么也不能生疏了。这位就是你的司机？ 不是，这位是顾氏集团新招的总裁助理，以后他跟白斌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了。
失陪一下，你帮忙。顾小姐，请问可以给您拍几张照片吗？高跟鞋确实不太方便。嗯，不用了。 来看这边，哎，好嘞，一二三，哎，看这里，这里，哎，看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哎。顾墨雨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今天还有事，今天的拍照环节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哥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不就是那个……哦，我就是你哥前一阵的那个绯闻新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其实就是他的员工，忠心耿耿的那种。哦，我说呢，他平时也不是这种人。不过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想起来了。 你长得好像那个监女。墨雨，顾总，好久不见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没想到你还能泰然处之。我本以为今天见不到顾总的，倒是出乎我意料了。 是吗？可我今天见到你，倒觉得是情理之中，有话请直说吧。听说顾氏也要竞标于园林项目，没想到卫氏这么关心顾氏的一举一动。我只代表我个人，与卫氏无关。那这次动静的背后是你个人还是卫氏呢？魏延成，你自己心为不解。 别把这些脏水泼到我们卫氏身上。浩东哥，你们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我哥就是刀子嘴，他说什么你都别往心里去。哥，你又说什么了？你们好好的朋友，非要变成仇人吗？朋友，我可从来没把他当过朋友。彼此。 魏延成，我好像发现了你的秘密，再会。我哥就先交给你们了。没事吧？ 当然。 你想跳支舞吗？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，我们应该跳一支舞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舞伴了。